老外看了都傻眼，非要带回日本。千万不要往下看，我怕你用了之后太方便。绝大多数人还在傻傻的用保鲜膜封存食材，不仅麻烦还容易破。而日本主妇都在用这款家用真空封口机，只需轻轻一按，十来秒的功夫就能密封的严严实实，放上几个月拿出来还是和新买的一样。接下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今天居然不到一根冰棍钱就能买到这款家用真空封口机了。因为我们就是封口机的生产厂家，有活动的时候你不买，没活动的时候你又嫌贵。这个封口机在家用了一个月，真是后悔没有早点买。超大的吸力，就算是易拉罐也能轻松吸扁，吃不完的水果用它来储藏，可以延长保鲜期，把肉类封装起来放冰箱也不用担心会串味。而且干湿两用的设计，不管是瓜子坚果还是肉类生鲜，通通都能搞定。30厘米加宽封口，家里吃的都能装得下。最重要的是现在厂家直销机会不容错过，视频中看到的是什么品质，收到的就是什么品质。